近日，有网友在摄影棚内偶遇到正在拍摄某电脑广告的杨洋。当天身穿格子衫的杨洋蹲坐在场地中央，等待化妆师的补妆。由于拍摄行程比较紧张，急忙下场的化妆师在台阶上险些摔倒。发现情况的杨洋立即伸手救援，男友力 max， 暖心举动引得大家疯狂大call。之后一切准备就绪的杨洋拿起电脑，面向镜头摆出不同的姿势，时而将电脑放在腿上，时而环抱在怀中，或扛在肩上，眼中放出10万伏特的电压。估计此时想要变成电脑的妹子已经可以绕地球3圈了。一组造型下来，助理递上水杯，杨洋进入短暂的休息时间。调整好状态的杨洋再一次进入新的拍摄，这一次造型全新升级。只见他打开电脑，迅速敲击键盘，超高手速，犹如肖奈大神再次上线，微微一笑，绝对倾城。而面对导演的指导，杨洋还不忘与大家开着玩笑，俏皮模样着实让各位网友大呼血槽一空。现场拍摄气氛十分轻松，由此看来，广告杨的称号真不是浪得虚名啊。